冻卵前身体检查得知要内诊就落跑。我在去年的时候冻卵，那我们要照超音波，我就很高兴的躺在床上这样，他说你脚张开，我就啊，该不会又要内诊吧？我就是说，不好意思，我有一点想尿尿，然后我就硬下来。你可以接受看牙科吗？可以啊，上面是洞，下面也是洞。终于没有吧？你那个有事会死人的耶。对，今晚七点，东森中国台32频道，医师好辣。